啥呀？保密。来了。外头冷不冷？嘎嘎的，我靠！啥？你咋着？没冻死我？哎，你咋上班啊？打车去的，太冷了。我们俩放学都打车回来的。多少钱？打车回来5块，上班打车8块。太冷了，不行了，我觉得不值当啊！不打车的话，冻感冒了更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。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姑娘讹我的。今天晚上我们有炒的鱼丝、干豆腐。没有了。又没了，啊，吃太快了。越来越入味儿啊！那当然了。我天哪！那今天你可能吃不了了。你猜呢？吃鱿鱼丝吧，奶奶炒鱿鱼丝呢。我感觉我吃不下了。再说一遍，你完，你让他出卖你妈了你？出卖我啥呀？他买的我也没让他吃。嗯。我们今天吃麻辣香锅了。啥时候？在学校。学校吃麻辣香锅。我一块儿。这肉都没啥味儿了，光溜光溜。我这个是越溜越辣，越溜越香。我的店铺突然收到了一条客服信息，刚看了大姐的视频，平时好喜欢马叔叔视频，我下了单，哈哈，希望叔叔有新衣服穿。开玩笑，平时很喜欢看你们的视频。怎么还撅个嘴弹呢？唱出来呀，姑娘，我想揭露一下你，行吗？你说，就是你关于你唱歌这件事儿，其实你唱的很好，然后也不跑调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垮，但是你为什么在家我一拍视频你就唱成那个样子呢？要不咱们好好唱一下。试一试，唱不难听，不难听。妈妈觉得你唱的特别的好，你问爸爸。真的？真的，是不是特别好？所以我想给你还个清白，就咱不一定非得回家。跟他回家。咱们好好唱一下啊！你确定？不是，就唱你在学校唱那个。对，唱我爸在家唱的。唱的特别好啊，声音可小，跟小鸟似的。最费你德。情费德。你咋没说？你在学我。没有。你就是。本来就说声不对吗？是呢。你还嫌事儿多。你不想还清白了？那好吧，那我只能放大招了。你不好好唱了。找一下啊，嗯，给你们听听我姑娘的小声。哎呀，在学校真是乖呀，我一回家就放纵了。来，